大家好，我是雨言。我四宝跟四娘呢，他们明天要回老家了。我们现在吃完晚饭之后来逛超市，他们要买一点火锅底料，买一点重庆特产带回去。那我们现在去逛一下，看这超市里面有没有什么也好一点的特产。我有一个梦，像雨后彩虹，用所有泪水换来相拥。我有一种爱，穿越了人海，拾起那颗迷失的尘埃。你的呼吸越靠越近，将我抱紧。